哎呀，周末老爸不在家，吃个面条配大烧鸡，呀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呢。好小子，居然趁你不在家偷吃烧鸡，把你筷子拿走。我筷子呢？不对呀，我记我拿了呀。趁儿子拿筷子的功夫，我得赶紧吃啊。多亏今天回来的早，要不就吃不到面条和烧鸡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让你背着我偷吃，这下你就吃鸡骨头吧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再来点辣酱配面条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辣酱里面是新鲜的辣椒和香菇，吃起来香香辣辣的，太好吃了。家人们啊，我介绍这个香菇辣酱啊，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，1块多钱一罐啊，还给你们包邮到家，拌个米饭呐、拌个面条啊，夹个馒头，老香了。这辣酱就在下面小黄车里头，想吃的多囤几袋，嘎嘎的香啊！多囤几袋啊！
还这些给你包邮到家。一箱十罐还包邮到家。这一口一口的，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看来儿子只能吃空气了。吃完开溜。我烧鸡呢？谁帮我？